哎，这小天是真好啊，今天干点啥呢？哎，来电话，小姨子的电话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喂，小姨子呀，干啥、啊、借钱呢、啊、不借多少？一千。啊，行行行，没问题，这都小事儿啊。你现在在哪呢？我给你送过去啊。不在我，在我家呢。啊，行行，我这就回去啊。来，等着。哎呀妈呀！哥，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哎呀，可算是找到你了。找我干啥呀？借点钱呗。哎呀妈呀！我上次给你那250，怎么又花了了？啊，这不是有点急事儿吗？你再借我500就行啊。啥玩意儿500？我告诉你，上次那250块钱是我私房钱呢，我都给你，我上哪有钱呢？你怎么花钱一点数都没有呢？你哥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抠？抠啥抠啊？我的私房钱都给你了，我还抠？私房钱是吧？不借是不是？嗯，没有。行啊，我去找我姐夫借去。你爱找谁找谁找谁。是啥玩意儿？借钱。哎呀，今天这保姆是咋整的呀？到处吃啥呀？这是姐夫，这样好的姐夫呀，你咋在这干活呢？啊，那不干活干啥呀？你这全指这点地了，你看这今年的苞米，哎呀，瞎了。哎，你干啥来了？找你借点钱。嗯，借钱？对啊。不是，小姨子，你看你这一天的穿的溜光水滑的，你老借啥钱呢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有点急事吗？你看你这一天的，总有急事。哎呀。不是姐夫，我上你这儿来借钱，你能不能别学我哥那样？哎呀，我能跟你哥学吗？啊，你哥那可是出了名的老抠啊，是吧？所以我就上你这儿来借了呀。哼，你那啥，别给我整那一套啊，不好使。姐夫也没钱，你说这姐夫一年到头就指这点地了，那一年能收几个钱啊？是不是、啊、姐夫，不是我说，你天天说我穿的溜光水滑的，其实你比谁都有钱，还搁我这儿装穷，我还不知道你啊。哎呀，借不借了？那啥，借不借？不借，我干活。大爷，姐夫，要不这么地吧？咋地呀？哼，我给你出一道题，你要是答对了呢，我给你20；你要是答错了呢，你给我600，行不行？不是，咋的，小姨，你处对象这么费钱呢？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你说行不行吧？你刚说姐夫要是答错一道题，给你600。嗯。拉倒吧，我可不跟你俩在这扯皮了。嘿，某些人啊，为啥不敢答题呢？是因为他害怕丢人，害怕自己是博士后毕业的，答不出来丢人嘞。不，你停，啥玩意儿？我就害怕呀。不是吗？你不是害怕答不出来丢人呢？你刚才说啥？姐夫答错一道题，给你多少？600。嗯。那这600是借给你的还是给你的？借，我借你的。借的。嗯。行，那个小姨子啊，咱问你，咱也别说借了，姐夫呢，要是答错一道题，给你800。哎呦我去！哎呀，不用这样，我用不了，我就要600就行。真是高手。1000。
姐夫，我不要那么多。1500。哎呀，你看你。2000。你答错了，给我2000。对。还不用还？不用还。行，那就这样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这家里瞧不起我这是。那你听好题啊。你出吧。是这么的，什么东西它上山的时候是4条腿，下山的时候1条腿？上山4条腿，下山1条腿。人呀？咋的？你看这上山的时候，那不得爬上去吗？啊，对，是吧？嗯。完了，下山就不用爬了，就走下来就行了呀。几条腿啊？走。哦，妈呀，2条腿啊！啊。哎，那是啥呀？不是，你不再想想？想不出来了。哎呀，想不出来那你就得给我钱啊。给你钱倒行，关键给你钱你得告诉我答案嘛。你先给我，完事儿我再跟你说。啊，行。姐夫点点啊。哎呀，还点啥呀？就这么薄，它能有2000吗？哎呀妈，2600呢。啥玩意儿？2600？这才1000，还2600？1000？啊？我那1600呢？这我哪知道呢？我也是刚来。你姐拿去了？哼，被我姐藏4房钱，是不是？哼。藏呢？行了啊，姐夫，你题也没答上来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小姨子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答案还没告诉我呢。你是不是也不知道答案呢？我走了，姐夫。我的妈！你说你不知道答案，你出啥题？哎呀，那钱省着点花呀！败家玩意儿，败家玩意儿！哎呀，气死！我这苞米呀！